哎，林薇，你帮着看看。让女生来吧。来，小苏，过来，来，来，哎，你帮着选选啊。我这没选过喜糖啊。你俩一起选选嘛，年轻人的眼光错不了的。他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啊，那就选这个。两位是真有默契。 一看就能恩恩爱爱，白头到老。哦，我们这个喜帖的所有样式都在这儿了吗？哎，对对对，都在这儿，结婚纱大事，喜帖得好好挑，新娘子选一个。不是我们结婚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年轻人闹矛盾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你别扭来，我别扭去的。我和我老公年轻时候也这样啊。明白，惹生气了，这事儿以后你就有经验了。 男人得学会服软，哄哄就好了。来，到了，不是都完事儿了吗？来这儿干嘛呀？试婚纱呀！试婚纱，缇娜工作忙，都临到婚礼了，她都没有时间过来试婚纱。我看呀，你俩的身材跟他们的差不多，就帮他们试试呗。嗯，这不太好吧？ 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啊！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抓紧。阿姨换好了，好，来，阿姨，你女儿和女婿真是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呢。是啊，我也这么认为。 哎，小苏出来呀！我裙子太大了，包着路。王婶要拍照，来吧，这边背景好，你们俩就站这儿，好，站好了啊。来来来，哎，你俩能再离得近一点吗？ 喂，喂，师傅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去把素菜送给你。我一会儿回去。美女你好，请问需要帮忙吗？哦，不需要，谢谢啊。你在干嘛啊，师傅？我在试婚纱呢。啊，你要结婚了？不是，我是帮张嘉诚女儿试的。哦，那就好。你好了吗？王婶说还想去市场买点东西。哦，马上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一会儿找你啊。